今天给我们的果园啊，开始喷这个农药了，包果还有杀虫，四包，等我全放下去啊。这我们问的专业的人士，现在可以打药了啊。期待三年后我们这边一片果园啊，开花的开花，结果的结果啊。我们这边好歹20年的租期，今年第五年，还有15年的租期，4500一年。嗯，因为我们把这边弄好了啊，我们俩就隐居在此啊，就是享受一下那个养老生活。儿孙他们的事他们自己负责，我们不管了。我们俩就坐在这里是吧？嗯，约两个老太婆在这边跳广场舞。把这个灌满啊。穿上工作服好一点哈、那个财务啊，向你申请一下。嗯，我们俩是不是要订两套工作服？这里打上季军院，然后写一个大石头，季军院小石头。哎，好主意，安排啊、要显得我们专业一点。喷洒农药了，先给我们的果树喷一喷哈，现在都开花了。开花了之后也容易招一些虫子来啊，还有蚂蚁，还有对，撒一下哈。去年的时候结了200多个果子，看一下今年。今年你撒农药可以结400个果子。400个？嗯，我们可以摘回家给家人吃了。嗯，不喷的话产量很低的。开始了啊，兄弟们啊。嗯，我要戴上帽子啊。哎呀，快，口罩有没有口罩？这是一棵李子树，简单的喷一下，这树小，就今年种的。你看，也开叶了。哎，就这样。嗯，差点忘了，里面还有几棵树。对，里面还有。我们季春院啊，还有几棵树。季春院杨梅树也开花了，今年会结果。OK， 发芽了哈。现在去我们石某果园那边啊，喷一喷，200棵那个杨梅树，还有好多那个果树。什么苹果呀，车厘子啊，李子啊，梨呀、那个西芹啊，好多，反正我们这边能种的都种了啊。这一大片种了一些比较杂的树，啥树都有，什么果树都有。然后那边种了200棵杨梅树，我们主要喷这些哈，好多都是4年前种的啊。这今年都有结果。简单的喷一下。鱼子树，这应该是柚子树吧？柚子目前还没结过果，还有橘子的结果，希望今年好好管理一下，能结果。都是4年前种的。这有4年，2020年年初，2020、2021、2022，今年第四年。啊，今年第四年。这个是不是死了？没事，没事，这样的。都黄了。没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今年种的桃树。桃树已经开花了哈，大家看看多漂亮。嗯。这一大片啊，以后等4年后或者3年后都开花了，都结果了。就好漂亮。啊，真的好漂亮啊。你看这个叶子是被虫吃的。哟，李子树开花了哈，大家看看，搞不好今年也会结果，也是4年。开了一点点花。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石榴，石榴姐，应该是石榴树。嗯，这以后我们就可以吃到了啊，石榴。发芽了，大家看看，发芽了。这个是车厘子啊。对，四颗车厘子也开花了，几十块钱一斤呢。这个是苹果树哈，虽说苹果树在我们这边啊几乎是没什么人种，但是我们也尝试一下，种了4棵，尝试一下哈，万一结果了呢，能接到个5、6个、7、8个也可以了啊，我们也有苹果吃。嗯，4棵苹果树，大家可以脑袋里面啊可以补一下画面，4年后我们这些果树全开花了，
都结果了，这个画面是多么的漂亮，再加上我们这边青山绿水啊，又是在这个大山里面环绕，相当美啊，我感觉有一种那个人间仙境啊，最仙最死的感觉。换了一种药哈，然后给我们的猪圈消下毒，要定期给它消下毒。我们这个所有的场地啊，都要定期消毒。看一下，没事，他们身上有虫。哎呀，能吃虫不？已经都是放养的，有了蜱虫。好了，这个机子啊，要洗一下。